板劳求，十人见了九人愁。有钱的是朋友，没钱的我打不休，来骂不休，专与犯人做对头，做对头。我宝城县进子的便是，只因我这监里来了个老犯人，名叫李奇，到我这儿也不少日子了，我是分文也没见着他的。今儿个闲着也是闲着，我挤得挤得他，跟他要了钱花花，我就这主意。我说李奇，李奇，你给我走出来吧。来了，妈。将老犯人换吃有何吩咐？我说李奇呀，你到我这儿也不少日子了，我是分文也没见着你的，你要是有银子有钱的拿出来也好让我垫办着花呀。哎呀大哥，像我李奇遭受不薄的冤枉，哪有银钱与大哥使用，大哥行过方便吧。什么什么行方便？来一个行方便，来俩行方便，都要是行了方便，你让我吃谁的钱呀？没钱是吧？没钱也成，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哦，没钱我要你的命。大哥啊，死不打七级浮屠，大国王，宫门之内。
广场。有一根麻绳将你捆，头发挽在将军肚，耳旁再加一根钉。我左眼望你左窥，大鬼小鬼、哎、要坠儿的魂。李琦，我去喝酒去，一会儿回来没钱我还打你。伙计你倒是快点、啊、来了。想我李琦好不命苦，中年可惜，老来丧子，这是我李琦三不幸也苦啊。李桂枝难见面的小女儿，你如今在哪里相融化受苦中受苦。
丫鬟姐何事？夫人言道，夜半三更，忽人在外啼哭，命你前去问来。是。三把炉房门，你们哪里可有人啼哭？我们办公的办公，造册的造册，无有人啼哭。知道了。啊，夫人，他们言道，办公的办公，造册的造册，无有人啼哭。无人啼哭。真是。再去京中问来。是。金主，快来快来。哎，来了来了来了。老大爷，什么事儿啊？你们哪里可有人啼哭？没人啼哭啊。夫人听见了。哦，有个老犯人名叫李琦，被前任老爷所打，棒伤疼痛，故而啼哭。原来如此。夫人，只因监中有一老犯人被前任老爷打得棒伤疼痛，故而啼哭。哦，有一老犯人被前任官打得棒伤疼痛，故而啼哭。真是。哎呀，岂止。听那老犯人哭得如此凄惨，其中定有冤情。员工有将那老犯人提出进来，我要问话。老爷回衙何人担待？老爷回衙由我担待。是。金主，快来快来。哎，来了来了来了。老大爷，什么事儿啊？将那老犯人提出监来，夫人要亲自问话。老爷怪罪，哪个担待？自有夫人担待。李琦走动啊，来了。大哥，我打不起了。哎呀，谁打你了？夫人叫你呢。随我来。来来来，见过夫人。夫人在上，老犯人头疼。罢了。哎呀，岂止。那一老犯人若大年纪与我屈了一岁，我心中有些不安。员工有叫那老犯人监朝外归，点谢回还。是。啊，金主啊，夫人叫这老犯人监朝外归，将他的棉被取来，点谢回还。他哪有棉被呀？如此，将你的取来。我的都换了酒钱了。快些取来。好好好好。李琦，夫人叫你脸朝外跪，垫膝回话啊。哦，是是是是是。尔等回避。是是。那一老犯人把你犯罪情由一一讲来。夫人听禀。
是他名叫力气，想力气，那是我爹爹的名字啊，怎么他也叫力气？哎，我想天下同名同姓也是有的，但我再仔细地问来，那一老犯人，你可有妻子？夫人哪、啊，别发希望，当时应当归呀你，我有儿女，说声是假的哟，难道就罢了不成？夫人哪、啊、靠大窗花悬梁，自己老犯人失去了只一半被外人落下势力，将势令落在外人之手，这是你大大的失了旨意了。本来是老凡人大大的失了旨意了，后来你后来何那天哪，是无有银钱，总有银钱，我岂肯将家卖成了真诺？难道就罢了不成？哦吼，诺诺诺，我岂肯将家
少懊悔，还不平。上公堂便怎样？上公堂，先则大无私，十八
定银子，赋予那老犯人在军中使用。再吩咐金子，不可私自动刑。若再私自动刑，老爷会押重责不饶。是。啊，金祖啊，夫人赏这老犯人一锭银子，在监中使用，日后不准私自动刑。再若私自动刑，老爷会押重责不饶。好好好。李琦，大夫人赏你一锭银子，你收着吧。夫人赏我的啊，宋玉打过了啊，你送给我了？是是是，你可真是个好人呐、啊！哼，有了银子就是好人，势利的小人啊！你别骂人呐、啊！哼，快谢过夫人，多谢夫人，不用谢了，回见去吧。啊，夫人。此番老爷回呀呼两番人愿望诉一遍，一重恩当报九重恩。走啊，上一方罪恩义，起心心得受，报臣谢，心
作礼，两袖清风，脸色忙碌，只为劝南风。下官赵聪，二驾进士去审，蒙圣恩，去受包臣县令，奉上司之命，下乡劝南农，请息公事完毕，不免回衙里押事左右。有大道回呀！啊！请夫人吃汤。是，有请夫人吃汤。向下官下乡劝农回来，夫人就该欢喜才是，怎么掩面悲啼，却是为了何事啊？相公不在衙内，妾身犯了你的大法了。夫人们犯了下官的什么大法？昨晚三更时分，私将那监禁门开了。夫人，昨晚三更，是将那监禁门开了。
衙切去。向下官不在衙内，这监禁门岂是胡乱开得的呀？倘若奏漏一命犯人，被赏赐文具物证，诺小小的奸臣岂不断送你手啊？你干这此事，真是大胆，岂岂岂有啊？此理呀！相公啊！是最是大利之人，这监禁门岂是胡乱开得的呀？哎呀呀呀，连下官的考程他都不顾了，你讲出此话，怕有些欠通吧？欠通之见一呀！相公啊！这是什么缘故啊？不免上前问公明白。还未曾问他，他都又在那里啼哭起来？这，哦，有了，像我与他成婚未久，乃是少年夫妻，不便上前
陪公相见嘛，也就完了啊。啊，夫人，夫人，哎呀，夫人，那有什么满腹含怨对下官言讲，我能与你分忧解愁。怎么相公能与我分忧解愁吗？是啊，分忧解愁。是这样吃来有空相公你要住哪啊？下官后称哪公哇？怎么相公是不恼的？下官不恼的。如此下官就不恼，如今夫人要空，下官嘛，恼了啊！如此，我就不空。是啊，不要提空，你慢慢讲啊。
到有苦了。的时节，先过林有利，后过马头村，哦，这就是夫人的旧家么？真是妾身的奔驰。哎呀呀呀呀！如此说来，夫人是下官的什么？自命了。休得取笑，自命了。休得取笑，自命休得取笑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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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姓刘，怎么林尊到姓起李来了啊？我本姓李呀、啊。那姓刘的你？乃是我的义父。哦，原来如此。林堂何事？是我。二女算神仙，
寿啊。
请起。啊，夫人，不必将令尊招降去来，一看便知明白。有劳相公。来，有去知刑房将令旗招降去来。是，夫人请坐。相公请坐。招枪在此，退下。是。啊，夫人，令尊招枪在此，夫人请看。范老相公，念与我听。是，待下官念与你听。多谢相公。不下。犯人一命立起，不要啼哭，待下官与你念哪。是。犯人一命立起，引见不成，必是婆女春花，问臣死罪，秋后去。啊，相公，为何不往下念哪？夫人，非是下官不往下念，这是我言出口来。夫人，你要哭啊！我不哭，你快快念来，快些念来。哎呀，夫人呐、啊，令尊大人，秋后就要取决了。啊，我弟弟秋后就要。
要吃见了吗？夫人醒来，夫人醒来，夫人醒来，哎呀，夫人苏醒。哎呦，险些又是一条人命呐、啊！此案乃是前人问官断定，叫下官嘛也是无计奈何。如此说来，我弟弟就无有脱身之路了么？这个，哎呀，苦命弟弟！哎呀呀，这。夫人，想令尊大人还有脱身之路啊！怎么，我弟弟还有什么脱身之路啊？想明日新案院大人再次下马，夫人何不携一便状前去申诉？倘能就是令尊。也为可治。好便好，只是无人协状啊。哦，这协状啊么？哎，协状啊！哎，下官会协呀。怎么，相公还会协状么？相公身为七品县令，连张便状都不会写，怎么判断名词喏？这身旁历史啊！如此，烦老相公与我写一纸便状如何？哦，夫人要下官与你协状么？哎，协状啊！好，如此，夫人要依我一见。哪一见？要夫人与下官什么母们啊母们是啊母们是的哦是的是的哈如此夫人相公与下官什么吧不们请，相公请。
夫人，非是下官不会卸妆，但不知夫人的名字叫什么，下官们从未领教过啊。我吧，哎，我是无有名字的。哎，像人生天地之间，哪有没有名字的道理呀？你叫什么？我吧。啊。怎么是这庄之上要用墨？是啊，这庄上要用啊。哎，你就与我糊里糊涂地写上一个也就是了。哎哎，像按院大人那里法律森严，我若糊里糊涂写上一个，这还像一张状吗？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你要与我讲。我吧。啊，叫什么？我姓李呀。哎呀呀呀，我晓得你姓李呀。你叫什么名字？你要与我讲。我讲什么？贵啊？吃啊？哎，贵吃肉。哎，贵吃肉。就不差嘛。啊，相公，我想这壮志是无用的呀。啊，真是无用呢。像安泰大人那里仁义颇多，我乃女流之辈，也及不上一世王人。哎呀，是啊，夫人倒虑得其实这有了啊。夫人，将明日新按院大人在包城县下马，下官们也要前去禀见。夫人何不扮作下官的什么小厮模样混了进去，也就是了啊。此计甚好。至此，夫人请。相公请。朕那是一张状纸到案前，不开于目见青天。若得大人超生命。啊，相公。夫人。那赵氏孤儿愿报。
故肇事，故而冤报冤。啊！夫人转来，夫人请坐。相公怎么事？不相，这张状嘛。啊，根本是写错了。一定写错了，写错了。在哪里呀、啊？相公在哪里呀、啊？哎，贵之哟！啊，相公请转，相公请转。夫人，何事啊？我想这张状纸到底是无用的呀。啊，又怎是无用呢？想我不会告状，岂不是无用吗？哦，夫人，你连告状都不会吗？不会呀。哎呀呀呀，待下官来教导于你呀。有老相公教导于我。哎呀呀呀，我家夫人连告状都不会呀。啊，夫人，明日见了安泰大人，将这状纸高高举起，钉在头上，你就向前几步，你要高声地宣教，你就是鹅鸭爷爷冤枉。来，带去受戒，明日早堂听审。就是哩，就是哩。哎呀呀呀，我倒被他捉弄了啊！啊，夫人不要啼哭，明日就要与令尊大人伸冤了。